谢谢宝宝，那我们来吃一个石斛兰，先把它洗一下。哎，算了，不洗了。这样子，我们一根一根的来吃。这样是吧？好吃。刚才忘我了，它的味道呢，就是脆脆黏黏，有一点类似于生山药，或者跟那个秋葵的黏黏的有一点像，然后它就是那种很淡雅，就是你吃它的时候你就想到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就是那种，淡雅。就淡到极致，雅到极致那种，略有一点清寡的那种状态，就好像，在道德世界里，骑着大葫芦在游一样，还在吃吗？还在吃吗？继续吃吗？这个花，还是换一个，还是继续吃？再吃一个汁好吗？我们来进一步的来感受它更深层的一些内涵。看它真的很漂亮。看它的外观，就让人想到那个"生如夏花之灿烂"，真的很美丽，很迷人。那它的味道，整个就是一个清高的味道，就非常非常的清高。其实我最喜欢清高的味道了。我觉得人就是自己的内心啊，有所保留，有所坚守，真的是，虽然清冷，但是它也自然美丽。让我们在这个清高的世界里多沉浸一会儿吧。毕竟我们现实世界中，清高的事物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大家给挑礼物的宝宝们点点加号，点点加号，换一个，然后把这一只吃完哈。现在吃的是石斛兰，就是我们餐厅上面摆盘子的那个花，然后这个花呢，我买的这一大把，大概5根吧，一共是4块钱。最后一朵。那找一个酷一点的角度。还有。就我觉得清高，吃最后这一朵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清高的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就理解那种大众的欢乐，所以它的缺点就是它不够亲切，不够亲民，所以呢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每多吃一朵，就对它的认识更全面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还有更多的认识保留，以后再来继续。好，那石斛兰就吃到这里了。